《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258页。我们从第七行这个经文看起。更有教犯地狱、拔舌地狱、粪尿地狱、铜锁地狱、佛像地狱、佛狗地狱、佛马地狱、佛牛地狱、佛山地狱、佛石地狱、佛床地狱、佛梁地狱、佛鹰地狱、巨牙地狱、剥皮地狱、云雪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那么这段经文地藏菩萨又列出这些地狱的名号。第一个叫唤地狱。受种种疾苦刑罚，痛苦哀嚎，这个大叫叫唤，这个这种惨叫声那个是非常的残酷疾苦那种惨叫声非常恐怖痛苦哀嚎那这是什么业因呢？以嗔恚心、邪恶心造作种种恶业，堕此地狱。这个贪嗔痴我们本身凡夫都记住嗔恚。那么这个嗔恚心再加上邪恶的心那邪知邪见他的思想见解都偏邪了，偏差错误了。那么以这样的心来造作种种恶业就会堕到这个教犯地狱、拔舌地狱。这个我们也比较常听了这个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就画到这个拔舌地狱。那拔舌地狱，我们看到这个地狱也就知道这个造口业造口的恶业，造妄语、二口、两舌、绮语四种口业，堕此地狱那么这个总的业因就是这个那么跟前面也是有这个口业羊头贯口那个是口业那这个口业当中同样是恶的口业，就是这四种。那这个四种当中还是有不同的他造作的还是有不同的所以他这个感应的果报也就有不同那这个羊头贯口那跟拔舌，那这个受不同的苦报。粪尿地狱这个罪人入于其中，自咽喉以下全部浸泡在深广如大海，好像大海水的热沸始终，全身焦烂又有铁嘴虫咬食，钻破皮肉，啖食骨髓，苦毒辛酸，忧恼无量徐为人时其有命众生直至
粪坑或不净处，或使蛇、狗、毒虫咬有命众生，死堕此狱。啊，这个就是堕这个地狱的一个业因。那个主要啊，是取有命的众生啊，把它放在粪坑里面，放在那个不清干净的地方。啊，或者呢，使这个蛇啦、狗啦、毒虫啦，啊，去咬啊，有命的众生死堕此狱。啊，那些像那个打猎的啊，他也放那个什么猎狗啊，那这里啊，追逐着要有命的众生，啊，他死了之后就会堕到这个地去。铜锁地狱啊，又称黑神地狱。八百铁锁，八百铁山，数大铁床，两头细颈，狱卒驱罪人另赴铁山堕此狱。啊，一日一夜经历是九十万遍。啊，这个夜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堕这个铜锁地狱呢？啊，这个铜锁啊，锁就好像把人家锁起来了。这个夜因啊，是愚痴的众生，包括佛弟子，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意思搞错了。啊，法说非法，非法说法，犯戒虽然不重，不知道忏悔，堕此地狱。这个 也很严重啊！啊，现在造作这种业因的人还真不少啊！对的说成是错的，错的说成是对的啊！那把佛法的意思啊，完全搞错了，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那看起来，哎，那个。他这个犯的戒好像不是很严重啊，啊，但是不严重啊，实在讲也是很严重，啊，在表面上啊，看起来他没什么罪啊，啊，他只是说错了，啊，那特别现在这个言论自由的时代啊，啊，那说错了，在人间呐，也不有法律。去给你追究啊，所以乱说法的人那就非常多了。那过去啊，在帝制时代，他还有管制的啊。那个你邪知邪见呢，讲的不是正法，那政府要管的啊。现在啊，没人管了，因此造这个业的人就更多了。啊，那又不知道忏悔，啊，为什么不知道忏悔？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错了，啊，把那个错的认为是对的，他怎么会忏悔？啊，忏悔是知道自己错了，错在哪里？啊，那把那个错的改正过来，那才是真正忏悔。因为他都不知道，啊，对的认为错的，错的认为对的，他怎么会忏悔？啊，那不知道忏悔，那这个业因造下去，就必定感得这个果报。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把佛法讲错的是大有人在呀。啊，那不讲还好啊，那讲了去误导别人啊，自己。错误了，自己造这个业受这个果报，还连累别人啊，错误遭受这个果报。火象地狱啊，那么这是这个地狱啊，地狱里面所有动物都是姓氏变现的，火象满身是火，追烧罪人啊，那个大象啊。那个大象啊，
整个象的身体都是佛。啊，那这个佛啊，这个在大象身这个身体烧起来，然后去追啊，追着烧这个罪人。那这个是什么业因呢？人在世间饮酒作乐，醉酒乱性，造作杀盗淫妄，伤害众生，死后堕此地狱。啊，那么这个是饮酒乱性了，乱性之后啊，去造这些四种恶业，啊，杀盗淫妄这四种恶业，啊，去伤害众生。啊，就像古时候印度啊，那个醉象，那个象喝醉酒了，他就是会伤害人的。啊，大家如果去看过大象啊，到动物园啊，啊，有一次我们到斯里兰卡呢，啊，那个国师啊，请我们去看一只大象，哦，我们靠近大象啊，哇，那大象那个真的很大了啊。拿个香蕉啦什么给他吃，那个鼻子一卷就进去了。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想象啊，那一只大象啊，全身都烧着火啊，追着罪人那种情况。下面讲佛狗地狱啊，罪人啊被狗咬，与佛马火牛情形相似，业因不同。啊，这佛马地狱、火牛地狱啊，那个都是属于动物。啊，动物啊，这个身上都有火。那这在这个地狱受罪的罪人啊，被这个佛狗啊追着咬。那这个跟佛马、火牛情形相似啊，但是业因不同。啊，所以不同的业因，有的感召这个佛马地狱，有的感召佛牛地狱，有的感召这个佛狗地狱。这个业因呢，啊，主要是世间养蚕逐茧，杀害的生命众多，死后堕此地狱。出家人为了培养慈悲心，不吃众生肉，不穿众生皮。一件丝绸衣服有多少蚕上身？佛家四众弟子布衣足以保暖，穿皮衣有伤慈悲，与食肉无异。啊，这个在沙弥利仪啊，也是禁止啊出家人穿这个皮的衣服，啊，穿皮鞋啦，皮衣，啊，因为这个都是杀生。取他众生的皮啊，那出家人要慈悲心啊，那就不穿这个皮的衣服啊。如果穿这个啊，那跟吃肉是一样的。若生病年老体弱，非穿毛皮不能保暖的，只有开元啊。这个沙弥利也讲到了啊，如果你还没有到70岁。啊，那个身体啊，抵抗力还强。啊，人到70啊，就衰了。啊，有时候冬天啊，他穿一般的衣服，他没办法保暖。那这个佛也允许啊，开元。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了，那可以允许啊，70岁以上的啊，身体比较弱的啊，穿这个皮衣。火马地狱、火牛地狱，被马踢、被牛戳，受这些火兽攻击。火山地狱啊，罪人啊，若逃入山内，两山都是火，智慧相合，逃到这个山里面啊，那两座山啊都是火啊，都合起来烧。火石地狱啊，将罪人置在烧热的石子上，更取别石
以付其赏。啊，这个江罪人啊，投掷在这个烧得热热的石头上面啊，然后再搬另外一个石头啊，把它压在上面。火床地狱啊，那这是邪淫的果报。火梁地狱，梁就是铁梁、铁柱，烧红了，让罪人报。啊，那这个跟前面那个讲啊，铜柱地狱啊类似啊，受炮烙的刑罚。火鹰地狱，满身都是火的铁鹰啊，那个老鹰啊是铁的，那嘴非常锋利。专门啊牵取罪人的眼睛啊，牵就是好像用夹子啊，好像筷子这样夹起来啊，夹东西的用具啊，那个铁鹰的嘴巴呢尖尖的，那就像那个夹东西的用具啊，把罪人那个眼睛呢夹出来。人生在世，寿命短暂。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以为没有果报。你这么想就错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真的啊，我们人生在世啊，寿命是很短暂的。啊，但是我们一生当中，起心动念，我们动什么念头啊？言语讲什么话，造作我们身体造作什么行为啊？不要以为没有果报啊，是善还是恶啊？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如果以为啊没有果报，那这么想就错了。起心动念，对不对？你这个身口还没有去造，心里啊动这个念头，都有果报。那何况啊，表现在言语行为上，啊，表现在言语行为这些造作上面呢？巨牙地狱啊，这个巨牙呢，这个牙齿啊，这个被锯掉了。啊，恶口感得的果报，啊，这是造作恶口业。啊，剥皮地狱啊，将皮剥下来卷起来，杀害众生，剥众生的皮，死后堕此地狱。啊，我们怎样造作，将来还受这个果报。啊，所以你把动物啊，这个皮把它剥下来。那你剥众生的皮，那将来自己的皮也要被剥啊，那一报还一报啊，先受地狱果报，到人间来还还债啊，还有一报。啊，所以下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自己不愿意受的，决定不能加诸于众生。啊，那我们愿不愿意给人家剥皮啊？啊，当然不愿意啊。那我们不愿意被人剥皮，我们就不能去剥众生的皮。啊，所以自己不愿意受的，决定不能加在众生上面。啊，不能把自己的享乐啊，加在众生的痛苦上。啊，如果造这个业，将来自己得这个果报。那么众生他的业障重，堕畜生身啊，我们比他好一点，得到人身啊。现在我们是得到人的身体。如果我们造作罪业，将来也会变畜生的身体。啊，这个《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
人死为羊啊，羊死为人。那个羊他也是过去是造作恶业，堕到畜生道受报啊，那个报报尽了，他也会再到人间来做人。那这个人啊，在世间啊不做善事，专门造恶业，死了也会堕畜生道去变作羊啊。所以你现在吃羊肉，你杀他啊，他这个罪报受完了，他到人间来啊，那换我们杀他吃他的人呢、啊，换我们堕到畜生道去当羊，然后他碰到了啊，就被他杀回去，被他吃回去啊。那这个真的是吃他半斤啊，还他八两，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么人爱惜自己的生命，畜生亦然。啊，别人杀害我们，我们有怨恨报复的心啊。畜生，你欺负他、伤害他，他也有怨恨报复的心啊。所以何必与众生结冤仇？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不敢动恶念，不敢造恶业。饮血地狱，罪人堕在血河里面，肮脏臭秽。在寺院、道场或附近造作恶业，偷盗、邪行、妄语，死后堕此地狱。啊，下面讲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在人间时，宰杀畜生，用刀断他的手足，啊，再放到锅里烧煮，死后堕地狱啊，被鬼族啊烧烤手脚啊。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杀生吃肉啊，那真的是这样啊，这个众生的手脚啊被砍下来啊，那么被烧被烤啊。所以这个做餐厅的啊，厨房的很容易造这个杀生的业，那除非是做素食的啦。啊，所以儒家讲啊，君子厌庖厨啊，啊，一个君子啊，都远离啊厨房。为什么厨房都是杀生的地方？啊，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听到那众生被宰杀的惨叫声啊，就不忍心再吃他的肉了。啊，那这是儒家呢表现的一个人。那佛讲的彻底了，就是不吃众生肉，吃素。下面是倒次地狱啊，这是啊，这个倒颠倒，颠倒过来啊，那么颠倒啊，这个下面都是尖尖的那种刑具啊，那这个人一头颠倒下来啊，刺到那个尖尖的那个刑具上面。那这是什么业因呢？悖逆父母，悖师叛道，受此地狱果报。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忤逆啊，悖逆父母祖宗。这个背师叛道啊，这个人就是颠倒了啊。那么死了之后啊，都堕到这个地狱去受报。火屋地狱、铁屋地狱啊，那么这个都是屋子，在屋子。火屋啊，那么顾名思义啊，就知道这个屋子都起火的啊，铁屋啊都是铁做的。那这个造业大小不等，苦报亦有轻重之分。火屋轻，铁屋报的重啊。热铁为屋，一片火海受极重苦。那么这里给我们分析啊，这两个屋子的地狱啊，火屋比较轻，铁屋最比较重。
火狼地狱啊，在人间啊，我们讲心狠毒啊，我们一般讲心狠手辣，不择手段贪取一切，果报在此地狱。我们无始劫的恶习很重，自己无法控制，再加上外面的恶言引诱，怎么会不造业？很容易就造业。那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这个那个诱惑实在是时时刻刻都在诱惑我们啊。现在这个手机啦、电脑、网络啊，你走到哪里呀、都受到它的干扰，受到诱惑啊。那我们外有诱惑，内有烦恼，那怎么会不造恶业？肯定造恶业。那怎么办呢？世尊教导我们以定慧力降伏魔怨，这句话很重要啊。对于业因果报看得清楚明白，这是智慧境界现前啊，心地清净，如如不动，这是定功。有定慧才能把烦恼习气控制住，不让它发作。单凭控制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一定要把念头啊转过来，极力修善，注意力转移，这就容易。一心一意啊，向往善道，成就众生。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转移焦点你那个焦点不要放在那些让我们起心动念去造恶业的那些境界上像看手机就不要去看那些不好的会引起我们贪嗔痴的这些节目你可以选择这个好的劝善的讲经的那这些节目有益于身心的这些节目来看你把这个焦点转移到这个善的节目，那自然就会远离恶的这就比较容易就是一心一意向往这个善道，成就众生现在手机方便网络也很方便实在讲这个工具它没有善恶，关键人怎么用人把它用在善，它就是善；用在恶，它就是恶。那我们学了佛了，明白善恶报应的道理我们应该极力的把它用在善这方面去发挥那真的也能够普度众生无量寿经云：假令供养恒杀圣，不如兼勇求正觉。如果度众生的缘没成熟，我们要先自度，缘成熟了可以舍己为人，能舍己为人，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如果起心动念总是为自己，就永远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舍弃娑婆世界，一切放下的人才能往生净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复有诸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除了无间地狱、阿鼻地狱是极重的地狱之外，就是前面所讲的大地狱，每个大地狱里面还有许多小地狱就是附带很多小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人者此则皆是
难怜菩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地狱从哪里来的？是自己业力感召变现出来的。那真的是自作自受了。那不是阎罗王啊，这个他去造一个地狱啊，是上帝造一个地狱啊，来惩罚这个罪人啊，那不是，这个地狱啊，化身的，就是从自己啊那些业力啊变化出来的，感召啊变化出来。一切境界相享福受罪皆是业感，造作善业感得天堂，那天堂也是自己变现出来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球这些境界，那也是我们自己心事变现的，离开我们的心，那就没有这一切了。那这个你造作善，你感应的是天堂，天堂快乐啊，享天福。那造作恶业变现就是地狱啊。在外国的宗教啊，他们没有讲六道。那西方啊，这些宗教啊，他们只讲两道啊。那实际上啊。最少也有四道了。为什么现在我们人道嘛，他讲天堂啊，要升天啊，升到天国去了啊，天堂啊。那现在我们在人间啊，是人道啊。那还有你在人道也看到畜生啊，只是鬼道他没看到啊。没看到不代表没有。他们这个经典也有讲地狱。那实际上啊，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一个天堂，一个地狱，那里面当中这四个都包括了。佛教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个万法是空的，心经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那因果就是有。有这些现象的因果。那个它的当体它是空寂的。好像我们看电视机一样。那荧幕是空的啊。那里面那些相千变万化，森罗万象。那是有啊，有从哪里来？从空来，从空出现的。空在哪里？在有当中啊。所以《心经》讲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么因果何以不空？因为万法既然空了，那因果怎么会不空呢？因果是转变不空，那因转变成果，那果又转变成因，好像我们种这个水果你那个因是种子种子，那种子种下去它会变成果那果当中又有种子，又可以变成因所以他这个因果是转变不空因果循环不空，它是一直在循环的，它没有停的它这个循环不空，相续不空，它没有间断的这三种就是讲不空，是这三种，用转变不空，这个循环不空，相续不空。
外面境界像刹那刹那在转变。怎么转变法？随心所变，心就是念头。念头是能变，境界是所变。所以这个外面的境界都是我们念头在变的。心善环境就善，心恶环境就恶。如何在现前灾变环境中解救自己，帮助自己的家亲眷属、亲朋好友，把佛法介绍给他们。只要能信、能接受、能行，无不得救。佛法讲的是真理。这个我们可以转变的。所以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现在这个高雄啊刘医师啊，他也在做实验。这水啊懂得人的意思，你给他善意，那么实验出来它的结晶就很美丽。你给他恶意，那个实验出来的结晶就很丑陋。这个也得到现在科技的一个实验证明这个物质环境都是随我们人心的善恶念头在转变的。所以心善环境它就善了。你那个心不好，环境就不好了。一个心善的人，他到不好的环境，他也给他转成好的。一个心恶的人他到一个好的环境把那个环境破坏了也把它变成恶的。关键都在心。那么这个道理能够多多去宣扬帮助我们的家亲眷属推给社会大众。灾难才能化解。如果不听佛的话，这个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实在讲世间这些科学有没有办法化解呢？答案是无解了。为什么无解呢？因为科学家他不读佛经不懂这个道理很会发明东西头脑很好但是没智慧他有知识没智慧下面讲，纵然我们造作地狱罪业，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都有救。那这个也是真的。死了堕落在地狱就没有办法了，活菩萨也帮不上忙。如何救法？诸佛如来有妙法，教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唯有念佛求生净土，才不会堕地狱。不念佛求生净土，那说实在话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人很难不堕地狱那么求生净土，那真的是一了百了彻底解决问题六道生死轮回超越了，横超三界了。所以念佛是真实忏悔法，将世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不再造作。只要不造作就回头了。不让阿难也是里面的恶业种子有增上缘。虽有恶业种子不起现行，就不受果报。因要变成果，当中要有缘。因与果没有这个缘，它不会结果。所以这个因
以果，这个我们没办法控制，你果报现前，你就是要去受了。那因过去种的都已经种下去了，你也不能再去改变。啊，这个我们没办法再控制。那现前呢，缘有办法控制啊，那这个是，所以改造命运啊，它的原理啊，就是在这个缘上去改啊，缘我们可以控制啊，这个我们读《了凡四训》啊，就知道这个道理啊。因古禅师教颜了凡先生改造命运，就是这个原理。从缘去改，那你过去造的那个恶业都造都已经造了，来不及了啊！那果报现前，你就得受啊，啊，也无法逃避啊！啊，那么过去造的这个因，现在在这个缘上去转。譬如瓜子是瓜之因。瓜子要盐、土壤、阳光、水分、肥料，种子才能长成瓜。如果我们把它的盐断掉，把瓜子放在茶杯里，放上100年，也不会结成瓜。啊，那这个是说有因，它没有缘，它不会结那个果。啊，你就不要加强那个盐。佛教我们度自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阿难也是里面恶业种子无量无边，现在把所有的恶缘断除，虽然有种子在，但它不起现行。我们阿难也是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有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现在只要加一个念佛的缘，把这个种子好好培养，其他的缘全部断掉。啊，在念佛堂就是干这种事情，啊，断绝一切种习的缘分，加强念佛这个缘，3年5载决定成就。啊，这个讲我们修净宗呢，啊，修西方净土的同修啊，要加强念佛的缘。他对社会一般大众啊，劝他们要加强啊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经典的学习。那不学佛的人起码不会堕到这个三恶道啊，来生啊还能在人天善道啊。那念佛的人啊，当然我们要求生净土了啊，这个是最殊胜的了，彻底解决问题了。啊，再看265页啊，第一行经文：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生巨海，能上圣道。啊，这四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要牢牢记住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业力很大。大到什么程度？这里用须弥来比喻来形容，像须弥山一样。须弥是大山啊，那这个须弥山我们看不到啊。过去有人说是喜马拉雅山啊，实际上佛经讲的须弥啊，不是我们地球上的喜马拉雅山。啊，那就算是喜马拉雅山，那也不得了了。啊，这个是须弥是大山啊，业力啊能移山倒海，啊，能抵这个须弥。啊，这个山大海深，抵不过业力。啊，你看这个业力啊，不可思议啊。业力啊，能障圣道啊，它会障碍你修圣道，使你这一生道业不能成就。无论怎么样勇猛精进修行，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
这个业力在障碍。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啊，有很多人真的很想修，也很用功，但是不能成就。原因啊，就是这个业障没消除。这个业啊在障碍。那现在怎么把这个业转过来呢？过去我们念念为自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佛教导我们要将念头转过来，念念为众生，起心动念，思想见解，言语造作，行为众生，不为自己。有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六道。没有执着，只有妄想分别，就是阿罗汉，六道就没有了。分别也没有了，只有妄想，就是菩萨。妄想都断了，就成佛。只要起心动念有我，这是我所有的，妄想分别执着全有。还能脱离六道轮回吗？妄想分别执着是凡夫，念头放过来就超凡入圣，把业力转成智慧，把业力转变成能力。佛家讲的神通道力，就在念头上一转，业力就转过来了。把业力转成愿力，业力很大能障圣道，愿力很大能成圣道。为什么不转？如果不转，无量劫中还要搞生死轮回。再看下面经文，是故众生莫轻小二，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父子至亲，其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这一段经文也很明显，就是地藏菩萨劝我们众生不要轻视小的恶业。以为这个小恶业没有关系，没有果报，那实际上都有。不要以为没有报应，再微弱的一个恶念都有果报。所谓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缘具足，果报立刻就现前。如果我们平心静气来观察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现世报报得好快，就在眼前了。这现世报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花报还没有结果，结果都是在三恶道。果报三恶道现在在人间人还没有死，这个花报就现前，就是现世报就现前所以现在呢真的很快就报应就现前了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他小时候的玩伴十之七八都不在了，人生一场空，一场梦。这个梦要醒悟过来，回头是岸。这是讲到他老人家呢，这个小时候玩伴在一起玩的同伴同学、同事现在呢？十之七八都不在那这个经是22年前讲的
啊，那二十二年前讲的十之七八，那现在二十二年后啊，他这些玩伴呐、啊，又更少了，可能现在呢，十之八九都不在了，啊，所以人生呢、啊，的确是一场空，一场梦。那么在这个梦啊，要醒过来啊，要回头，啊，回头是岸，要在起心动念下功夫，不起一个恶念。念念为众生的福报，我们全心全力造福，让众生享福，不要自己享福啊！一切为众生，这样的人决定成就，这样的人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自己生活过得清苦，一点不浪费，懂得节俭，用一分钱总想着这一切苦难的众生，我能省一分，他们就多一分受用。常常要保有这个观念。世间修行人为什么不能证果？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前念灭，后念接着就升起，这里头都有因果。一念善就是善报，一念恶就是恶报，起心动念都有果报啊！何况啊，言语造作，果报自作自受，谁都无法代替啊！父子至亲没有办法代受，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代替我们受这个报。自作自受，境界是自己心性变现的，那别人、啊、代替不了。诸佛菩萨，别人、啊、他只能在从旁协助我们改过。这个劝导我们回头。这佛菩萨只能做到这方面啊，他不能代替我们去承受我们造作的因果那从旁帮助我们断恶修善这个是可以办到的。我今成佛威力，略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仁者暂听是言。地藏菩萨是诸佛的老师，菩萨如此谦虚，是教导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谦虚、恭敬、忍让，念念之中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处事待人接物要谦敬。这个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做个榜样给我们看这些地方我们必须要留意那现在人那有一点点成就就觉得值得骄傲这个我的能力很强他们都不如我你看地藏菩萨呢，他是诸佛的老师他的学生都成佛了，那么他还这么谦虚他说我是承蒙佛威神力的加持才能大力说这个地狱罪报的事情唯愿仁者暂听是言这个恭敬谦虚到极处了。普贤答言：“吾以久知三恶道报，望仁者说，并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仁者说，使令归佛。”那这个两位圆教菩萨呢，一问一答那目的是在教导造作罪业的众生回头是岸。真正皈依三宝。
归是回头，回头依靠佛的教诲去生活去工作，经上教导我们应当做的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不可以做的一定要断除，才是皈依佛啊。所以现在呢啊，很多人他皈依了啊，他不懂皈依真正的意思啊，以为皈依佛啦，皈依三宝啦，在佛前呐、啊，念念跟法师念念皈依的誓词啊，那这个就是皈依佛了啊，这个完全是误会了啊，误会了啊，所以在这个十年前呐、啊，我在山东。这个做百七系列啊，那么有同修啊啊也跑到山东去皈依了啊，从很远的地方来啊，那这个皈依也不容易啊，那这么远地方来到这里啊，到那个乡下的地方啊，啊，来皈依啊，是也很难得啊。但是啊，我听说啊，那回去没多久啊，啊，有两个人就堕胎了啊。啊，当时啊，我也感觉好像我被打了一个耳光了啊。那这个就是说啊，佛叫我们不杀生。那堕胎是杀人，那怎么可以呢？啊，所以这个皈依佛啊，不是说我们就在那里念一念啊，那就是皈依佛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啊，依照佛的教诲，我们要去做，那才是真正皈依佛。那不听佛的话，那怎么叫皈依佛呢？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都要讲清楚、说明白啊，避免啊大家的一个误会。那现在很多皈依啊，因为时间不够啊，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啊，大部分都利用做法会啊一些空档的时间在皈依，是在讲这个时间是不够的。啊，所以真正啊，要了解皈的意义，实在讲、啊、要多一些时间来跟大家说明。啊，那么在二十年前，这个西安有个圆明寺永劫法师啊，啊，二十几年前我去过他那边，他那边皈依啊，要先把牢上三皈传授啊那些经带啊听了，啊，先给他听，听了之后啊，他还要考试。啊，考试通过他才跟他皈依啊，后来给老上报告，老上很欢喜，说他这样做是非常如法。好，今天我们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